平老师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山大学吉他社，然后这首歌是我跟我的朋友写的，叫做《乌云》。那感觉很像是一首悲情的歌，但是其实不是。这首歌是在写说，就是一个男生他就是遇到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女孩，让他走出上一段恋情，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感觉。然后希望写这首歌，让大家听了之后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课业啊，工作，都会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